去商场买点好吃的。嗯，这公交车还挺大，挺空的。哇，今天这超市熙熙攘攘的，太热闹了，真是过节了。哎呀，这超市里太热闹了呀，快到中秋节了，好热闹。哇，大虾不错。3.49，3.68的。好，邻居的奶奶买一只鸡。那个能给个包装吗？我送人啊。没有包装，它这个热的没法包。还烫着呢。也买了一只鸡。没有。邻居奶奶上午送了我2块月饼，平时和我妈关系也挺好的。强爷，今天呢，你干什么？给你买了只鸡，拿着吧，我刚从宝百拿的。你干嘛别说话呢？这个邻居平时对我们也挺好，买点水果过去看看。哎呦我。你太可爱了，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处最好，如果不行就让自己换一个环境。年轻人要多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多闯练自己。太可爱了，尽量不要在老家一待就是一辈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阿姨来来来，给阿姨。哎，你告诉他一回。嗯，露露你好，那一下干嘛啊，老哥？邻居妹妹又给我送来了老爷儿亲手做的月饼。不要，不喝，不就这是邻居做的月饼，手工做的，非常好吃，自己做的月饼。你要做这条鱼，先搞一个料汁儿，就是葱姜蒜，还有辣椒，放一点酱油和醋啊，调一个料汁儿。这叫苍蝇叮苍蝇。开炖，晚上开炖。这么多料，就是放进去，葱姜蒜、辣椒、八角，是吧？对。小味儿也漂亮，就颜色也好看。对，多炖。看那个红烧大皮鱼，蛮香的。尝一口，哇，肉嫩呢、啊。这鱼没什么小刺，就一根主刺，嗯，还是蒜瓣肉，对、啊、吃起来也很省劲。而且关键什么呀？这挺好，不赖，价格也便宜。这你得懂的，叫懂的人叫金鲳鱼，对，大海味十足。这个味道我觉得挺鲜的，很鲜。兄弟姐妹们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平平安安的哟。